王妃，我不想喝。王妃，谁又惹你不高兴了？无聊啊，红秀入宫去了，大杂院的孩子没有专人照料，我根本没有地方去。哎，今天是十五，城内会有庙会，好多美食，还有表演，可热闹了，你可以去瞧瞧啊。真的？嗯。哎，秦月，城里有庙会，我们去看看啊。嘿，哎，走。哎，王妃，带上侍卫。殿下不许你单独出去。出门了。是啊，奴婢听说今晚城中举办庙会，奴猜测啊，王妃一定是去逛庙会了。逛庙会，真是好兴致啊。碧玺，奴在，过来。去给康王传个消息。康王，对。